大夫听说今天是520，大夫突发奇想，在草地上准备了一个520子弹阵。子弹阵的尽头放置了一束鲜花，让僵尸们轮流通过子弹。下面哪组僵尸能顺利通过子弹拿到鲜花呢？橄榄球僵尸，嘿，来了！雪人僵尸，什么？武王僵尸，向吧向吧，小伙伴！高坚果僵尸，巨人僵尸。